这抓饭熟了，哇，香喷喷的抓饭，这个师傅抓饭多少钱？你抓饭熟，鸡蛋抓饭5块钱一个。5块钱吗？鸡蛋抓饭6块吗？哦，对对。吃个鸡蛋抓饭吗？我们啊。可以。你也吃吗？吃一个。来3个啊，来3个。好。这葡萄干都拿掉了啊，这个上面葡萄干。3个。老板，我要几个抓饭。好，鸡蛋抓饭。鸡蛋抓饭吗？哦，好像他们鸡蛋抓饭比较有名啊。嗯、我看你常过来吃呢吗？我看。啊，就是，天天都来买。尝一下他们的。熟了。熟了。你们一天做多少抓饭、啊，师傅？一锅大概150份的话，3锅的话就400-500份了啊，一天400-500份。这全是打包的。手速也太快了，他这个一个手速太快了，真的。只能吃这个鸡蛋抓饭，肉他妈吃不见。也鸡蛋抓饭也好吃呢，但是真的。好吃。加一个鸡蛋的话多少钱？5块。加一个鸡蛋的话1块钱吗？多加一个。再给我加一个吧，他们吃一个，我吃2个，一共7块钱抓饭。这个说在这儿，哇，哎，好久没有吃过这种夜市这种抓饭了，哎，5块钱、6块钱一个鸡蛋，有抓饭啊，6块钱把一个这午饭给能解决好呢。哎，他这个量也挺多的，主要是他这个葡萄干感觉特别好吃，抓饭加上这个葡萄干特别好吃。那边还说呢，你可以无限加米，那5-6块钱一个鸡蛋抓饭，还可以无限加米，你说怎么弄这个？嗯，哎，这个抓饭我感觉比好多抓饭店的抓饭都好吃，真的，大锅抓饭真是好吃。来个鸡蛋，嗯，哇，舒服哎，喝点茶啊，不然腌制了感觉。哎，这个抓饭味道真可以呢，真可以呢！这个抓饭味道很地道那种味道，婚礼抓饭那种味道。哇，喝点茶。哎，是不是弹幕像现在已经开说，哎，这顿饭正适合我们的单嘴哥，是不是？嗯。下次带嘴哥来的时候，把他带到这儿，好好吃个抓饭。嗯，吃的一干二净，你看。但是我不需要加米了，感觉这一碗我就吃饱了。我最近发现我的胃都变小了，我减肥了。就这样，这一顿饭可以了啊，真可以了，这一顿好吃呢。